一影车路口一个大右转，想转进内侧车道，没想到直接撞上右侧一部直行机车，骑士连人带车惨摔在地，机车当场被碾过，幸好骑士离一影车还有点距离，命大逃过一劫。 41岁男骑士身体受到擦挫伤，所幸意识清楚，还能自行走上救护车。救人员赶紧替他检查伤势。膝盖与脚掌轻微擦伤。事发在苗栗通宵台一线与一二八线路口，一影车疑似转弯没注意到机车，差点酿成憾事。而骑士的机车被碾压毁损，车尾挡泥板上下有两道深长裂痕。双方驾驶酒色指挥领的行进路口，务必注意两侧车辆行驶状态，以为自身及他 他人交通安全。大车过弯，有视线死角，强一时之快，就恐发生车祸。骑士真的险些就受到死神召唤，只受轻伤，可说实在相当幸运。记者钟正贤、韩志兴、王世涵苗栗采访报道。